各位好，现在为各位介绍的是邮件伺服器。好，那在网络上，我们经常在传递电子邮件。那我们怎么样透过 CentOS 里面的邮件设定呢，来做这个邮件传递哈？好，那电子邮件的几个功能以及它所存在的问题，那电子邮件的话，我们是可以把这个信件寄出去。那以现在的这个技术来讲，我们在电子邮件里面可以以 HTML 的资料附档在里面。那但是呢在电子邮件里面也存在许多问题，包含就是它可能会夹带病毒，或者是这个骇客呢透过这个邮件呢的程式来进行入侵，那比如说社交攻击，或者是这个附带后门程式的电子邮件。那另外一个是更为严重的问题，它就广告性跟垃圾邮件哦。这几个东西呢，不但会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呢，不断的要花时间去清理这些垃圾邮件，那更多时候呢，会造成这个信箱空间不足。那再来就是这些广告邮件或垃圾邮件里面，往往都会有一些这个假的连结，就容易掉入这个钓鱼网站。所以呢，这个大量的这个主机呢，被大量的这个不明信件给塞爆了所以其实我们蛮讨厌这样的情况。那邮件伺服器它有很多不错的机制，像 span 这些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教学里面，我们不会提到 span 这一块我们主要是在设定怎么样去邮寄寄出去的这个部分。好，那再来就是电子邮件那里面也有可能是这个信件的内容是不实的。那基于刚刚讨论的一些重点，那在使用电子邮件寄信的时候，我们需要用 mail server 来架。那 mail server 要怎么去判定它是一个不是那么好的这个邮件伺服器在寄信 ？DNS server 的作用就是在于说，当有人寄信在早期寄信是可以不需要 DNS 的，但是在那个年代的话，你寄信可以用这个电脑，只要有实体 IP 都可以寄信，那你只要安装邮件伺服器的软体就可以了。但是呢，这带来一些问题那这个现在的电子邮件伺服器呢，在接收信件的时候，它必须做一件事情，就是它收到 mail 的时候，通常是以账号，然后小老鼠 at 的符号在后面接主机名称，各位注意现在后面接的 at 后面接的是主机名称，而不是 IP。那怎么样去得到这个 host name 呢？这个 host name 就是我们知道的 domain name。那这个 domain name 就我们过去的影片有跟各位提到，就是它是必须要注册的。好，所以你就很明确知道它是谁注册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那就可以这个避免掉一些网络上的恶意使用的这个垃圾邮件那当你没有去申请的时候你用 IP 发送就会被丢掉那这样子就可以省掉一些这个多余的信件。所以在这边就会造成这个，如果你是用 IP 寄信的它就不允许。所以呢，在整个机制里面它有一个DNS 里面有个很重要的角色，是里面要做一个 MX 的设定那等一下的投影片里面我们会跟各位介绍怎么去设定它。好，所以重点在于 DNS 里面的繁解那上次有跟各位介绍过，就是正向解析是从 domain name 找 IP， 那反向解析呢是从 IP 找这个 domain name。所以当 mail server 要收信的时候，它会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正向解析找到 IP 了，然后再用这一组 IP 去反向解析查出来它的 domain name， 如果这两个是一致的那它就是正确的这个伺服器那它就会接收所以如果说没办法反查出来它的 domain name， 或是查出来的 domain name 是不一样的那就这个舍弃它因为它不是真正的这个domain name。 所以如果你要这个邮件伺服器寄出去的信呢能够被这个所有的邮件伺服器接受，那你必须要申请一个 domain name 那而且要在 DNS 上面有正确注册的才可以
好，那今天我们所演练的呢，是在区网里面自己设定着玩，所以我们没有申请 domain name 的问题。但是我们在区网内自己传信、寄信还是可以运作的成功。那实际在现实生活上，如果你要申请一个真的这个邮件伺服器的话，那你自己是要去申请 domain name 的。好，那在 DNS 的部分呢，搭配 mail server， 它要做的事情就是它必须要去新增一个这个名字in MX， 那这个10跟20呢只是一个优先顺序而已所以呢这个进来在in什么MX10， 它是邮件伺服器是谁啊，如果它送不到它mail 进来送它接不到没有回应它就给第二台，如果再不行它才会用 A 用 A 去传所以就可以往这边传所以这个 S 的是什么 address，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IP IP 打在这边，所以当你这个这台主机不在，然后可能其他的原因造成，实际上它是有开机，但是连不到，那它就用 IP 的方式去转这是 M 叉的部分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正向解析的档案里面，我们必须要去是新增的部分。那来看一下我们在寄信的一个流程假设呢，我在这边要寄一封信，那我就会透过这个这个东西叫做 MTA 就是 Mail Transfer Agent， 它是负责呢把信收进来之后开，不是收进来，把信呢建立好之后往外寄。好，那这就像我们的邮局啦那你寄信的时候呢，它会有备份存在你的这个备份里面。然后另外呢，就是把信呢寄到接收端的这个邮件伺服去去接收。OK， 那接收到之后呢，就把它存到对应的这个人的账号里面就储存起来，这是它一个传送的过程。那这边有几个角色，一个是 MTA， 好 ，MTA 呢是邮件伺服器，那另外一个是这个 MUA， 就是 Mail User Agent， 就是一个 client 端的程式。请这一台伺服器帮忙寄信，然后寄送的过程呢，它有一个叫 Mail Delivery Agent， 就是传送的一个代理人。接收端一样，它是透过 Mail Transfer Agent 收信，收完之后它会放到这个 Mailbox 邮件信箱里面。然后这边呢 ，Mail User Agent 呢，接收端的使用者再连到伺服器去把信抓出来。所以各位可以想象，假设这是雅虎。你透过雅虎寄信到 Google， 这是 Google 就放信箱里面，那你就在连进 Google 的信箱去收信。好，那在收信的时候呢，这个 client 端呢就要去跟邮件伺服器呢做联系，然后呢把信取回来。那取信的部分把信拿出来的动作，通讯协定有两个，一个是 POP， 那另外一个是 IMAP， 这两个的差别我们等一下会讲。用户呢在收信的时候使用的是 MRA 的这个 POP3 跟 IMAP 这两个通讯协定之一，然后呢它并不是透过 SMTP 在这边要跟各位说明一下， SMTP 是用来寄信的， 把信寄出去是用 SMTP， 那收信呢可以用 POP3 或者是 IMAP。 那 POP3 呢它就是Post Office Protocol， 那3呢是代表版本3，它连接到这个 MRA 之后呢它的 port 呢是开在110号 port。 好，那在110号 port 它进去就可以透过输入账号密码之后来取得授权，然后就开始 取出里面的信。好，所以 MRA 呢认定这个账号密码是对的没有问题的时候，它就会到 mailbox 里面，那通常路径是在 VAR 底下的 spool 的 mail 底下，然后后面跟着的是这个使用者账号。那在 CentOS 里面，它这个路径呢就不太一样了，就 VAR mail 而已，中间没有 spool。好，然后呢，它就可以取出这个信，然后用这个 client 端所使用的软体呢去显示这些信件。好，那当所有的信件传送完毕的时候，使用者的这个 mailbox 呢会被删除。这边讲的是用 POP3 的协定去取信的话，把信拿回家，所以就会被删掉。好，所以它可以透过 IMAP，
哦，让你把 Mailbox 的资料转存到你的主机里面。那转存到哪里呢？是 Home 底下的账号，哦，底下它就会有一个资料夹，哦，存在那边。那你不但呢可以用这个邮件资料夹，哦，可以对资料呢做分类管理，然后呢也可以在网络上连线，哦，登入主机就可以看到信还是存在，哦，所以它这样的方式呢比较保险一点。好，那当你需要 MTA 把信呢转寄到下一台的时候呢，哦，这个动作呢叫 relay，哦，那因为从 A 点送到 B 点中间可能需要好几个这个邮件伺服器帮你转寄，哦，那这个部分中间的节点就是属于这个 relay 的一个动作。好，可是呢如果说你加一台邮件伺服器，然后呢所有人都可以透过你去转寄，这个状况就 open relay，哦，就是对全世界开放。那 open relay 会有什么惨况呢？当你的邮件伺服器变成是 open relay 的时候呢，所有的主机任何的网域都可以透过你去转寄，那你的网域，你的这个网域里面的电脑连线就会变得很慢，因为你的网路全部都在传送这转寄这些信，所以就是被这些封包呢给塞满了，哦，所以你的资源就被吃光了。好，那主机呢可能有大量的这个发送信件，所以你的主机因为要做 relay 的动作，所以呢资源也被耗光了，所以你的邮件伺服器可能就，哦，无法提供服务，哦，所以你的 MTA 最终可能会被网络社会里面，哦，被定义为黑名单，因为呢你造成瓶颈点，你的信，你的这个封包到你这边之后就会被卡住，哦，所以就会被列为黑名单。好，所以你的 MTA 呢，哦，就会被上层的 IP， 你的 IP 呢就被上层的 ISP 所封锁，哦，一直到你把这个 Open Relay 的问题解决掉，哦。那过去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状况，那我们用的是中华电信的这个IP， 然后再寄信。那学长他在设计的时候，在练习的时候没有设定好，把它设定成 Open Relay， 结果寄了几次之后发现他寄信越来越困难，同时呢他发现他本来可以寄到 Gmail 的，后来 Gmail 都把他挡下来，然后都回传一些讯息告诉他说这一台机器有问题这样。那后来整个清掉再重寄的时候照样还是出现 Gmail 在阻挡他，哦，因为他有一个 tag 是在说明说你这个是一个不好的这个站台，哦，所以这是真实的一个状况，哦，你的确如果你没有设定好造成 open relay 的话，哦，那就会很麻烦。好，那因为你是 open relay 的话，哦，那有的人拿你来当发黑函的一个角色，那如果说找不到发信者是谁，哦，那你就会被定义成是这个追踪到最后的终点站，哦，那你就背了黑锅。好，所以这个 relay 的这个认证机制呢很重要，哦。好，所以某一个特定的用户端的 IP 跟网段，哦，我们就只是限定它，哦，只有这个网段里面的 IP 才可以做 relay 的动作，其他我们一律不帮忙，哦，就这样。好，那如果用户端的 IP 不是固定的，哦，比如说连接的时候它的 IP 不是固定的，那就用认证机制，哦，账号密码的方式来去处理，以确保它的确是那个人。好，那将 MUA 呢架设在 MTA 上面，哦，那 OpenWebmail 这个，哦，那它就可以透过 Web 的界面来读取这个电子邮件，就像各位现在用 Gmail 透过网页的方式开 Gmail 来读信一样，哦，那有很多 OpenWebmail 的方式，哦，也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哦。好，那在邮件伺服器里面，哦，寄信的部分我们用的是 Postfix，哦。好，那在早期 Linux 的环境里面比较常用的是 SendMail 这套软体，不过因为它设定档太复杂了，那效能也没有很好，所以后来有人提出了新的版本，那目前比较主流的就是用 Postfix 这套软体来做寄信的一个动作。好，那安装的时候呢有两套，一个是 Postfix， 那另外一个是Dovercode。 那 Dovercode 这个软体是用来做
MUA 来取信，来拿信的一个软体，哦，所以它是把信呢提供给来拿信的人，哦，那这是呢把信寄出去。好，那 Postfix 的部分呢，哦，它的主要设定档在 main.cf 里面，然后另外一个是它可以存取的这个限制，再来是它的这个假名的部分，哦，它有一些规则可以去设定它。好，那邮件伺服器的部分呢，哦，我们来看一下等一下的设定案例，哦，那假设我们的电子邮件是 mail.h304lab.hr.edu.tw、哦，那这是 DNS server，哦，然后如我们要介绍一下在 DNS 上面怎么去设定它，哦，M X， 然后呢直接指向到这个，哦，机器上面。好，那这边的范例呢是 mail.h304lab.hr.edu.tw， 它 A 的标签，好，标志呢就会指向，哦，.1.154， 这个是投影片上的范例啦，我们等一下操作用的是另外一组。好，那在设定档里面有几个重点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用井字号的话是代表注解，哦，井字号代表注解。好，那变数呢，哦，你可以用前字号的方式来去代表它。哦，那在等号两边要给空白，哦，那不同的软体设定档的要求也不一样，哦，所以在这个 Postfix 里面它的等号两边都要有空格。那如果你用变数的话，你可以用前字号的方式来代表它是个变数。所以如果说这边的例子 my origin 等于前字号 my host name， 那前字号 host, my host name 就是在上方在前方有设定过，然后你再拿来在这边串接，所以到最后系统看到的答案会是像这样子 my origin 等于 my mail.h304lab.hr.edu.tw， 就这样子。好，那如果变数它支援多个以上的资料，哦，那资料跟资料之间呢是可以用空白来隔开，但是呢，哦，你也可以用加逗号的方式来隔开，哦，那建议呢用逗号来隔开，哦，比较方便阅读，所以你可以像这样子，哦，比如说 my destination 空格等于空格前字号 my host name，哦，或者是逗号后面第二个参数是前字号 my domain，哦，这样子以此类推。好，所以它可以支援三个资料，哦，那如果说你要用多行，因为你的资料假设很长很多的话，那你要设定它，那你就可以用什么换行的方式来做。可是换行第二行之后的那个第一个字呢不能靠最左边，哦，前面要有一些空白，哦，那如果是参数设定前面是不能有空白，哦，这边有特别讲到第二点的地方，所有的参数设定最前面，哦，第一个字元不可以是空白。好，那如果在同一个设定档里面同样的设定出现多次，那就以最晚出现的当作最后的设定值，哦，那当然我们在设定的时候还是尽量避免同一个设定档里面针对同一项参数呢，哦，设定多次，那万一真的设定多次呢，它就以最后设定的为主。好，来看一下邮件伺服器的部分，哦，我们来在这边，哦，我们加了 M X，哦，MX， 好，所以呢我们 at 代表这台机器，哦，in MX， 然后呢 mail.mslab，哦，这个跟，哦，这个没有改到，哦，这应该要改成 mail.h304lab.hr.edu.tw。 OK， 然后呢这边就是它的这个 IP，哦，